现是我不对，但是我发现我还是像以前一样一直爱着你。我们已经离婚，六年前是我错怪了你，对不起。厉启程，请你搞清楚状况，我这次回来也只是为了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谢，你怎么还有脸回来？我才是厉家的女主人。